增加我们所有的议员，立法会里面不同党派不同背景的议员和中央的官员，中央的各级官员的那个沟通的机会。我是有很强烈表达过希望王光亚能够见所有议员，而事后呢我亦收到个消息，亦都有人话俾我知话王光亚本人其实系愿意嘅，佢听到呢个诉求，佢愿意。但系后来因为有一啲即系冇法子同我解释嘅原因，咁就冇做到。